开的那个小商品，请您参考一下。同学是向来逛市集的师生介绍商品，在校庆前夕举办市集活动是企管系一年一度的传统。课程结合了实作，帮助学生养成跨领域的能力。我们企管微创市集是结合课程的一个实作的活动，那我们已经运作了好几年。那每一年这个活动呢，我们让同学学到设计，并且学到这个买卖的这个实作。这个课程是创新与创业的管理课程，然后因为这次的市集比较特殊，就是学生他们选了一个现在很时下新潮的一个 K-pop 的这个议题，然后我们用金色跟银色的部分然后来装饰。这样在老师的带领下，学生透过市集的筹办学习到的活动企划、商品募集、设计宣传、现场买卖等各个环节，同时培养团队合作能力，累积实务经验。这次会以 K-pop 的主题是因为大家投票出来的，然后最高票想要以流行的方式呈现这次的市集活动。它其实对以后我们创业非常有帮助，因为其实我们从一开始从无到有，我们一开始什么都没有，然后从设计 logo 啊，然后再来是我们互相讨论经费问题，定价要怎么样才可以是赚取利益最大的收获，但是我们又要让大家心服口服的买下我们所开出的定价，所以其实这一整个连串都跟你以后创业创新管理这个课程非常相关。学生募集大家用不到的新品或是二手商品，经过整理包装，喜欢的人只要用铜板价就可以带回家，让原本闲置的商品获得了新生。义卖盈余也将捐助给学校完善弱势助学计划。